好，大家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美丽水世界里面，当然了，现在叫深海迷航啊，我终于发现了跟我之前玩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我们应该现在在绿岛这边啊，在绿岛，然后我刚刚在下面的话看到了那个谁啊，就是裂空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刚到这个岛的面前，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建筑，看到没有？我两年前玩的时候是没有的啊，当然了，如果这个东西肯定很好像是很早就更新了啊，先过来看一下吧。看起来非常的霸气啊！这地方好像需要一个钥匙来开门啊，不过是哟哦，果然哦，紫色的钥匙，紫色的钥匙，看到没有？没有啊，我们暂时没有，扫描一下。立场控制台的终端，这个是外星人基地发射火箭，必须要进去是吧？但现在还进不去啊。我如果碰一下会怎么样？啊、哦，没事啊，进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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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霸气啊，感觉。哎，这个就是，哎，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啊，对吧？紫色先驱者遗物碎片，不过这一块已经断掉了啊，对吧？已经断掉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完整的啊，我现在还没有。我们沿着边来看一下啊，我靠，这你都能摔一下，你真的是比杰洛特还杰洛特呀，是不是？哦，好炫啊！哎呦，地下好像哇、哦！你在逗我吧？天哪，天哪，这么尖恐怖的呀！呵呵呵，这么大的呀？这是窗户吧？这个？好尖恐怖啊！哎，我找到了！我靠！你在逗我吧？这么好找啊？这，你们不是说要，你们不是说要去外探什么基地才能拿到的吗？啊？不，我第一季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建筑，知道吧？今晚的月亮给了我那个什么，给了我幸运是吧？来，怼上去。嗯，标准的地方。好。哇，我现在进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的天，里面没有怪的。立场控制器，哇，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这个我的世界里面的那个海底神殿，我的天，对吧？像不像？真的像。这个是属于基地里也会有一个紫色的那个钥匙。好的，这真的很像海底神殿。哎，只不过海底神殿是有水的。这里面你最好多靠近点东西，说不定就会出一个晶体。晶体有什么用？以后造东西啊，造这种密钥，还有那种关键物品。数据终端，外星人数据终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终端发现于4546B 号行星表面的外星人设施之内，巴拉巴拉巴拉。没有已知的人类技术与之匹配，看到没有？是好像是某种固态计算机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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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看了，太多了啊，太多了。我想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很有意思，看起来。哎，我看那个绿色的发光的是什么东西？等离子晶体可以做等离子电池是吧？有意思，是这个玩意儿吗？是的，是的，这我说的。哇哦，离子晶体哎。真的玩我的世界啊，你这个东西啊。后面会有那种大块的要机甲拆。哦。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扫到机甲嘞。墙上的图案分析不能分析他们到底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啊。又是一个信息可以下载的。等离子电池电量是500是吧，哇厉害厉害厉害。普通电池，哎，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美滋滋。哇，感觉好像好多哎！这是会刷的，这是无限的，会刷的。这样子啊？又是一个广播。后面你早晚会被一个针扎的，到最后。神他妈被针扎！外星设施概要，该数据整合包似乎是某种多维原理图，将图案投射到三维空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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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多！为什么还放歌了？你听到没有啊？
是萨克斯曲吗？还是什么？你被遮障后可以再扫描一下你的手，应该会有变样吧？嘿、哎，哇，这干什么？哇，好深啊！这个东西，有个大旋大回旋的。哇，高端啊！重力电梯啊，反重力电梯啊。有点帅啊，这东西啊，我不得不说，这个地方我总感觉是那种是一个船厂啊，你们发现？我看有点像啊，有点像是个船厂。这就是大炮。那个针会识别你有没有病毒感染，如果没有就会关闭大炮。那我是被感染了呀，对吧？然后他会扎你一下，然后发现不对，他就让你走了。哎，哦，这是开着的呀，这地方。那我可以从这边进去啊，是不是？对啊。哎，又看到这哥们了。哎呦，我还离他远点吧，裂空者啊，我还离这哥们远点吧。我想我当年玩的时候啊，裂空者还要通过代码刷出来。看一下啊，哟，我们越来越靠近这个设施的核心的感觉啊。哎，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把枪吗？外星来福枪，神他妈的外星来福枪，我可以造吗？这种来福枪制作工艺和人类星球的很像，说明这个研究设施中有需要保护看守的事物，但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取出这把武器。我得把它砍开来嘛，啊，哎，要是我那个对吧？钛合金刀不是金刚石。这个小刀如果还在的话，一定给你砍开来啊！这什么地方？哇，我有点迷路啊！我先上这边看一下吧。又一个离子晶体。你可以回去造点密药了。等一下，我又看到紫光了。哇，又一个需要这个东西的。哎，等一下，不对。哦，我可以拿走啊。格子满了，吃。啊，不对啊，这都烂掉了呀！啊，算了，带着吧，回去把它种上啊。裂空是外星人造的，用来抓海皇的生物武器啊，很厉害，很厉害。哦，对，你后面走到后面会发现一个博物馆。行，这啥玩意儿？然后里面有研究裂空者的那个装置。好的，这个球是个啥玩意儿啊？这里有个蛋啊，外皮是红色的，里面是蓝色的蛋啊。外皮红色，里面是蓝。表明什么？我没看完呢，我这么快。来，再放进去啊。他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门是关上的，钥匙放就是放在门旁边，什么意思啊？我搞不懂啊。特地让你进去的。特地要来搞光门，对吧？搞得高端一点。哟操！吓我一跳，兄弟，这啥玩意儿？禁用设施，研究一下，能量核心。哦，这里你在那个正面按一下，它会用针扎你的。啊、嗯。我看一下啊，这个装置内含有1亿吨核当量的能量，可以在设施内控制以打击行星大气层内的所有飞行目标。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被关闭，但是目前没有设置特别的运行参数，表明它会打击轨道上的所有装置。哎，等一下，就在大炮，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把它现在关掉的话，待会儿它一个星期之后不是会有一艘船飞过来吗？如果把它关掉的话，那哥们是不是就不会被炸下来了呀？那你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去找海皇。为什么？找海皇为什么就不可能呢？那个要很久的，何止一个星期的。他捅了我一下，我应该属于已经被感染了。果然是感染了。受感染的个体无法使用系统。你现在扫描一下你的手试试。OK。感觉有变化。
之前我们扫的话就是感染，看到没有？你的体内细菌正在感染，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随月去找海龙是吧？海皇是吧？海皇孵化他的宝宝。嗯，很厉害啊，很厉害。截获了关于外星星球上其他外星设施的背景资料。啊，你看这里有一个疾病研究机构，看到没有？然后有一个火力发电装置，有两个地方。把这玩意那个研究一下啊，这个东西叫外星设施啊。末日有个热感的东西。末日发生器，尽管程序设计极其简单，但是这个装置有着足够强大的能力摧毁整，这么厉害的吗？摧毁整个星球星系，哇，这摧毁整个星球乃至于大半个星系，这么尖恐怖。然后我们去这边来看一下，这地方是我们上次刚刚来的啊，然后没有过来。这个地方又让我想到了无人升空的某个地方啊。嗯，传送。哦，就是传送门，就是那个相位传送门是吧？看看啊。对对对。礼仪或者宗教使用、工业应用、先进交通方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啊，先进交通方式嘛，对吧？因为极光号的主要目的就是过来造这个星门的，对不对？我之前看了那个什么那个文件里面啊，就是极光号他们那个公司啊，主要是为了跑到这个超远的这个地方来，啊，不是这个地方啊，是超远的某个地方去，然后是为了造一个那个星门啊，然后让他们公司给控制那个星门附近的一些资源什么之类，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呢，路过这个地方被轰下来了啊，被轰下来了，就这样子。后面到海华站激活那个门就能传回这了。这么骚的呀？那就没了喽。把它激活啊？怎么激活啊？后面到海华站你才。那就没东西了吧，我就从这边出去。估计你以后也会有这种东西，但是是小型的，是房子的，要打的越大。这么厉害的吗？这么厉害的吗？造海鹅号的，好大一个外星设施。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来当大炮。哎呀，现在是晚上，我想到白天啊。我们先沿着这个转一圈吧啊！你不是说可以看到？可以上绿岛转一转。对啊，我就这么想，但是天太暗了。其实这个不用手电，天太暗了看不清楚。路边是会有灯的。哇，这么恐怖的呀。外星灯，让你就像祭坛一样的。等一下，我先割点面包吃。割点面包吃，哎，吃的饱饱的，好，美滋滋，美滋滋，美滋滋。然后我们拿这个玩意儿，哟，干什么？然后我们上去看看啊，别追着我，跟着发光的路兹可以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吧？哎，这什么地方？哎，我去，啊，就这个灯是吧？对对对。哎，又是一张这个卡。挺容易打的嘛。对，这个就是发光灯的那个地方会有很多这种卡。其他的基地需不需要用？需不需要用这个卡呀？其他基地是蓝卡，还有橙卡。哦，什么他妈橙卡？橙卡比较厉害啊，看来。橙卡是最终的海皇开的那地方。我就知道，这不是把我引导向大门了吗？有病啊啊！你走反了呀！哦，这个是门是吧？我靠！妈的，这张。你可以把灯关了，早上了。这，我去，我居然没看到这边这个东西啊！我刚刚是没有钥匙，之后我直接下海潜了，然后在一个洞里面找到一个，我也是醉了。往这儿走，沿着灯走，应该可以到一个废地吧。哇，好多，又是钻石，拿不下啦，天哪。这个是研究所的那传送。金不要了吧。
太多物资啦，太多啦。先放在这儿吧，先放在这儿。我先把这哥们砍死。我觉得你那个就是传送门可以开的。这个传送门啊？嗯，去那传送门，然后放一个switch。插入离子晶体。你这个光束又让我想到了无人升空啊，说真的，在跃迁的时候啊，差不多也就这个效果啊。那跃迁是神经病啊，我哎等一下。不是这。哦，这不是我刚刚的地方，这哪儿这是。这是哪里？啊，是水底。我靠，这哪里啊？逗玩的吧？会不会是废岛？What the fuck？ 不知道给我传哪来了。哦，传绿岛来了，这个才是绿岛，好吧？好吧。兄弟，从绿岛传到废岛。我就说嘛，只有这种，看到没有？全是树，全是草，还有鸟语花香，才是绿岛啊！刚刚那个是废岛啊。我想一下啊，刚刚我这么多金就拿不回来了呀。走吧。你去搜一下，去找一下房子。对啊，我这次主要目的是过来扫房子啊。现在这个版本连个房子都扫不了，我认真的狗了。你这么废的呀，你爬个墙啊你！妈了个去！走暗吧。没有暗让我走啊！我觉得我只能游出去了。我觉得我只能游出去了。哎，我又看到了这个玩意儿啊！我又看到这个玩意儿了。看见没有？绿岛是在这个极光号的屁股的位置，我就记得是这样子的。它头的左前方是废岛。就是岩石岛啊，然后屁股，哎，看到没有？对，有这个才叫绿岛，看到没有？有这种废弃建筑，然后屁股是绿岛，这个上面就是我当时给你们玩的时候那个点个灯啊，点个那个信号棒，然后血红一片的那个地方啊，我记得就在这边。这里也可以扫个瞭望塔。轻车熟路。室内种植箱，好，没人哪来的山路？鬼知道啊，鬼知道。哎，我还扫错了。哎，挂果树，看见没？就这玩意儿啊。这个东西我们只养在家里面，就绝对不吃，绝对不缺食物了。这边有个 PDA 吗？我看一下啊。哦，在这儿。看一下，巴特托加尔的三号日志，深海归来。几个月的海底生活，第一次见到阳光。父亲说的对，我们不该离开岸上去到海底的这个星球。海底生活并不欢迎我们啊！父亲和梅达此时已经成为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我的健康状态也在持续的恶化，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啊！然后也就是这个地方曾经住过一些人啊，然后慢慢的啊都死去了，对不对？我们把瞭望台这个扫一下，我没有看雪月啊，我苏州这边今天是个阴天啊，看不见月亮啊，很难受。他说的那水底就是这个绿岛下面。这绿岛下面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吧？可以。芭蕉叶。就是绿岛下面有一个蛋困着三个人，好像。有一个蛋困着三个人，这么恐怖的啊！三个蛋困着，每个蛋有一个人。我反正先吃点这个挂果树，哎。这挂果树和这个面包树，我们要把它带回去啊。别的可以不带啊，这两个种子是一定要带回去的。好，等一下，我好像没有扫，我要扫这个房间没扫出来啊，好像。
那隔离舱门还要我去扫的、啊、我的天。对啊，这个舱门 要有单独的。那单独的房间我他没有给我扫啊，我看一下啊，这可以让我扫一下吗？隔离舱门是解锁了，我看看啊，建造里面，你看他房间没解锁啊，没解锁啊，瞭望台是解锁了啊，房间没解锁啊。你去另一个。这个难道不是个房间吗？太假了吧，过分了。啊，他说了一句，这是隔离舱，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我们去隔壁看一下，就那个，这俩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吗？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你们好歹能看到星星，我连星星都看不见。我跟你说，我打开窗户，外面一片黑的。哎，等一下，哦，下面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的，对吧？对，那里有，但是有一个单车在外，室外在这里。哦，我这一路掉下来，一路跑下来，居然没摔死啊！杰洛特早摔死十条命了，我跟你说。外室外种植箱，刚刚那个是室内种植箱啊。哎，甜瓜来了啊，甜瓜来了，但是我没有格子放了呀。我是不是应该丢点东西，把这个南瓜给它带回去啊？还有个紫薯，干什么干什么？哎，干什么？你嚣张啊！水世界老司机在这边，你还给我嚣张？再见，一刀斩，再见。这个应该是可以扫。甜瓜是最好的食物吗？那我把它带回去。我丢什么呢？我只能丢点礼了，没什么可以丢的。我把那个，也好像你是要砍树才有那种子吧？还挂果树。挂果树我已经不是，挂果树摘那个果子就哎，等一下。我记得就是甜小甜瓜只要摘一个格子，就是摘四个格子。小甜瓜也可以种是吧？对。这个挂果树的果实可不可以种的呀？啊，可以种的吗？好像是挂果树的种子。这个紫薯呢？紫薯，我看一下啊，来一刀。哎，这个紫薯，这次紫薯割不了啊。你这句好像带错了。什么东西带错了？那不是果实好像。挂果树一定要种子吗？他们说可以的。没关系，我到再去试那个上面看一眼。我先把这边该扫的扫一下。绿化墙。哎，对啊，我在这边，这边不就是有可以种的吗？我在种到这儿可不可以？这成就了你没法。不能种。探照灯。对，之前你扫的是一个梯形的那个管道，不是房间。哎，凝脂香碎片，好东西。感谢风不语啊送的礼物。还有什么可以要扫一下吗？哎，怎么没了？刚刚有的秘密。哎，房间，哎呦，终于，哎呦我天。之前你拿走的是梯形管道，不是房间。嗯。这里面有一个那个密钥。是吗？你从另一边有个漏的地方。数据箱，动力脚蹼，哎，好东西，对不对？我的又更快了。又一个 PDA，PDA，PAD。看一下，保罗·托加尔的一号日志放逐，我的飞船在空难，到现在啊，已经差不多5周了啊。命运让我和我的儿子巴特幸免于难啊，还给了我们一名同行的累赘梅达，她是一名廉价雇佣兵啊，还是个女的。你们是不是傻啊？正好两男一女嘛，啊，很稳啊。维持现状，尽量活下去，要撑到保险公司派船来救他们啊。但最后他们没有活下去啊。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黑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血？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血。可能是病毒吧。你去拿下那密钥。我先把这人砍死。哎，不需要我砍。这里搞错。这里还有一个二号日志。儿子，我说了不行，我们必须等这场风暴过去。蔬菜样本。哦，他们想去抢救外面种的蔬菜样本啊。好多啊，我们就不看了啊。
然后我得先冲进去把这个砍死才行。等一下，这个门在哪呢？门在另外一边。这从这窗户里跳。是吗？对啊。我另一边。哦，你过来，我保证不伤害你了。你过来。这个芯片我有了怎么办？芯片我不需要了吧？现在应该还需要吗？后面有些地方还是需要的。我身上已经有了一个芯片了呀。哦，这玩意只占一根是吧？那再拿一个吧。对，这不是在四。德加斯号四号语音，看一下啊，那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啊，是其他船只的残骸吗？啊，不知道啊。在我们之前就有人来过这个星球了，就他们在这岛上也发现了一些比他们更早的来的这个星球的一些痕迹啊。就是那些外星人，就没了吧？探完了吧？最重要的这个房间位拿到手了啊！我们这次来这边的目的拿到了。啊，你还可以去，还有一个基地。我知道。我是从这儿下来的，我要去这上面。种子有了，锂一大堆，钻石一大堆，蓝图也有了，非常完美啊！你做完房间就能，我应该带两个信标出来了。其实，做完房间你就可以做储物箱了。对。我就不用把我东西丢在外面了。是的。我们怎么上去啊？不对呀，这是下去的地方呀。撞在一大红警，你看看刚刚那个怪物，像那个红警里面那个可以钻到坦克里的那个东西是吧？我知道啊。天越来越亮了。这个拿不下了，扫一下吧。草莓菇啊，这个玩意不能吃啊，装饰品。水底可以发光，以后再来拿吧。水底发光，等我需要再造那个什么水底植物这个大集合的时候再把它弄过来。好，这个是小盆啊，室内种植的小盆应该是，对，复合材质花盆啊。哎，再简单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自己造，但是呢，不管，应该这么说啊，再简单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自己造，再复杂的东西只要我们扫一下都会造，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又是个 PD。德加斯的一号声音日志，这个岛屿是我们最好的避难所了，没有掠食者，还有新鲜的食物补给，但是没有建筑材料。培育皿用完之后，我们也无法培育植物，这样我们只会饿死。孩子，这是你说的吧？植物在这边的土壤生长速度太慢了，就是梅达想要出去这个寻找更多的这个信息啊，活下去的希望，而他们而那个一对父子的话，想要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应该不是血啊，这个东西应该是锈迹啊，锈迹。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我需要我扫一下的吗？好像没有了。好像没有了，对，没有了。好，那么这个绿岛的话呢，我们也算是稍微探了一下啊，把上面的几个这个建筑给它探了一下啊。而且我们这次来的话呢，是通过传送门来的啊，而不是这个就是直接游过来的啊。比之前的话呢，也算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啊。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隐隐隐。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